风光标的 vlog， 是小花。我们现在呢就在 ICA 的现场了，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 ICA 的 opening ceremony。接下来我会带大家去看一下 ICA 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，跟着我们走吧。这一块的话是主要区域，就是我们刚才看这个 opening ceremony 的地方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了看那个小飞猪的表演，我们等一下呢就会去到这里，然后带大家就是都去看一下。然后我们现在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飞猪表演。就时间现在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得占个好位置。好，我们现在去飞猪表演这边。圣诞，这也是 ICA 最有名的一个食物之一，只有每年在 ICA 上面才能买到的，是我最期待的食物之一。我们现在在 ICQ 的 Animal Nursery 的这个排队入口处，人很多很多很多。这个里面应该就是有一些小动物，比如说像小羊啊、小猪啊，然后还有小鸭子啊这些的，然后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可以跟他们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一些接触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狗狗比赛的一个现场，是吧？是的，它就是昆士兰所有的那个 breeder， 就养狗的那些人把他们家养的那个种狗带过来，然后做一个评比，看谁家养的狗最漂亮，然后最聪明之类的吧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 Woolworths， 对，就 Woolworths 的一个美食中心嘛，然后正好是中午了，所以我们准备去吃一点东西。你要吃哪个？你有什么偏好吗？肉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这烤要吃，嗯，哎，但其实这个其实应该是 supreme 吧？对的。我们吃 supreme 吧。啊，是的。对。我们现在从里面出来了，因为里面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根本就没有位置。对。我们买了这个 toast， 这个 cheese toast， 然后也是因为很多人都买，然后我们想去尝一下。去年我记得我也吃了这个，年年吃这个，超好吃，我不记得了。就，然后还有是意大利的一个碳烤披萨，我们就买了这两个东西。应该我们俩就很够了，因为它披萨是一整只卖的，所以。对啊，然后吃不下。开吃，开吃。我们现在在排队的这里是 Flower Crowns， 然后这边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就是小花环戴在头上的，然后我们现在去排队拿一下。OK， 他是人吗？
现在在这个 Knuckle Bomb 啊 Knuckle Bomb， 然后它是 Knuckle 冠名的一个活动吧，然后一个它是应该是挤牛奶的这样一个秀，对啊，因为这里的人很多，所以每一次活动的话，最好大家就是看好那个时间表，提前一点到。这样的话你可以坐在比较靠前的位置，就是不然的话就是你可能挤到后面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对啊，你看我们现在早就过来了，这边后面一个人都没有。对，因为还有半个可能还有20多分钟吧，然后可能过了大概十分钟，就是再过十分钟可能这边就坐满了。 The show, are you ready? No. Are you ready? Alright, here we go. On three. One, two, three. Come on, girls. Come on, girls. Here they come.我们要不要买一个这个吃啊？什么啊？就是那个大香肠啊，要不要？好呀，好呀。看看我发现了什么？西瓜冰淇淋，这个是去年 Eka 上面没有的。然后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味道。看我拿到了什么？这个是今年的网红款吧？对。我记得去年是没有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又回来了。那个我们玩了一圈，然后现在是4:30左右。正好是最后一波剪羊毛，最后一波剪羊毛的活动表演。啊，我们现在在现场，然后也是提前了十分钟左右吧。嗯，但就是因为没有来得特别早，所以导致第一排已经被人占了。没有关系，还是能看到的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喊试装比赛的这个现场，然后看他们比赛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他们就是那个一群汉子，然后在那边在那个树桩上打孔，然后把那个板插上去，然后看谁第一个爬到顶上谁就赢。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 show bag 的展区的门口了，我们准备进去呢选个 show bag 作为这个幸运的粉丝的一个礼物送出。那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今年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。我们就选这个，我觉得这个还蛮符合我们的旅游的这个概念，那我们就买这个送啦。准备好了吗？ This is your last turn. 3, 2, 1, go. 其实从5点钟左右开始，这个 Main Arena 这一块区域就一直都有表演和秀，没有停过，都还蛮好玩的。对对对。然后6点钟的时候，言而总之呢，就是这个 Eka 呢，其实有各种不同的玩法。
我们之前给到大家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呢，只是作为一个推荐，然后最重要的是玩得开心，选择一条最适合你们的路线。对，然后我们要说一句是 Eka， 我们明年再见。那我们这期的 vlog 呢，也就是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对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要给我们点赞、转发，记得要关注我们，就我们后面会放出更多更好玩的 vlog 跟大家一起分享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